OK，你关于那个谁啥问题？你是哦，我当时想问他，就我问他，他申到哪里了？就是他那个之前不发了一个 B 站，然后说他那个申请问题，我就好OK，奇问一下。对，他首先有两个问题啊，就是第一是他的问题可能比较多了，就是第一个问题是他主要申的都是一些，就是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他说他申的主要都是数学，然后他申的很少的计算机啊，所以就导致他并没有申到，因为为什我。么是数学？你问我他为什么是数学是吧？对。对，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他答不上来。OK。就是，然后我前两天问，就他到现在还在考虑要去读数学的 PhD 这件事情。然后我前两天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要读数学 PhD？他说他更喜欢写证明。OK。那我们做科研，数计算机的一些科研不也是写证明吗？然后读物理也写证明。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学物理？OK。就他就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他这个回答就像啥哦，就比如说梅西跟你说他要踢球、踢足球，原因是因为他喜欢圆的球。哦，明白这意思。那你为什么不打篮球、不打高尔夫球呢？对吧？OK，哦，他申的数学了。OK，他现在主要都是数学的，就是那你觉得我哦，们做的这些论文跟数学有关系吗？偏应用数学吧，有可能跟纯数学好像不太一样，我们他们跟应东用数学也西。没什么关系，我觉得。哦，没有关系。对，你想，你都意识到了这东西跟纯数学没什么关系，就是我们所有人跟他写 paper 的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没关系，为什么他觉得有关系呢？我也觉得很 confused 现在。啊，可能因为他本科是数学专业的，然后他可能就直接往这方向申了。对，然后就是他可能跟我做科研之后有一些错觉，他觉得科研只要你努力做都能做出来，你觉得是这样吗？我并不觉得是这样，就感觉有的时候真的靠纯运气，就有的啊，时候，对啊，也他觉对。得凡是科研，你只要努力做就能做出来，即使你之前不懂，对吧？那你觉得咱们俩去做物理的科研，咱们能做出来吗？哦，明白这个意思。对，他就认识不到这一点，所以他觉得什么东西努力干。我甚至跟他说你觉得你去打篮球你能去 NBA，他说他也可以。我靠，所以挺你觉得好，我大概。我觉得已经就是我觉得反正无法 convince 他的，就是他的逻辑思维已经就是我要不就失控了，要不就是说他没有逻辑思维，所以无法对他进行任何的，就是给他任何建议。所以我现在已经 give up 了，他想要去哪儿吧。OK，他现在有这样几个学校，我有一个他有一个 UW 的 master 是一年的数学的，就华盛顿大学，OK，然后还有一个圣母大学的一个数学系的数学项目 pro 那个 PhD，还有 RISE 和塔木的，就是 Texas 那个德州农工，就是还有 RISE 两个在德州这样的计算机学校，都是计算机的 program。他现在比较倾表向于示去那个圣母的数学系。，Rice 和多州农工都是计算机的 PhD，就是对。那两个不已经很不错了吗？为什么就非得想考虑学数学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呀，我也很想知道答案。就是我知道，比如说我一些别的学生，就是高年级学生跟他聊天，或者他们的朋友跟他聊天，就是首先大家跟他不觉得他是个第二，就是他说不出来个所以然，为什么要干一件事情？那你说我们也很难提供任何建议，对吧？我觉得学纯数学的人，读数学 PhD 的，我感觉这个东西好像得需要一些天赋吧，就感觉还是那个东西比较玄学，不知道，你可能有概率我能不太毕业懂。了，但我觉得至少我读书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读数学毕业，但是我觉得我读数学毕不了业。我觉得数学本科我都毕不了业，我可能。啊，对，所以就是他这个就是跟他进行过多的，就是关于这个学业的指导，去哪儿干啥，去哪儿做什么，我觉得已经失去意义了。就是因为我发现他没有什么，他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吧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最省事儿还是让他写 paper 算了，让他想清楚以后干啥。可能这件事情并不宜他自己。其实我跟别的学生聊了，他去读数学其实对我来说是好事儿，因为他就算他以后毕不了业，我也不可能做任何事情 help 他，那我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对吧？减轻了我的工作 workload。确实那读个计算机的话，可能我还需要 make 一些 help 的话，对吧？那我还有能力，或者我可能还要 make help，我还浪费我一些时间。那如果读数学的话，完全就是爱干嘛干嘛了。可能他本科读数学，然后受这个影响，maybe 吧，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就是你想他数学系，就是首先他本科做的科研跟数学没有关系，所以他不可能申到大部分数学 program，他也申了。在我知道他这些认知之前，我建议他就是说去 UW 读个 master 的，他说他不愿意花这个钱。OK，然后他说他如果再申请，他想在本校找一个 RA。我其他学生就跟他说，你不可能，你不太可能在本校找到 RA。一般老师不会 hire 自己学校的学生延毕一年，对吧？他不会给你这个钱的，就很难找到老师。然后就是他说他以后还想当老师。那我觉得我其他学生就跟我说，就是像去等学校，可能还有点可能，但他们觉得学校当老师是不太可能的，因为可能学校排名太厚了，在美国就是啊。说在美国当老师对，在美国当老师啊，吗？就是在美国当老师，你至少得去一个前十的学校，是比较前二十的学校也有人当老师，但是至少得是个前十的。如果是那学校的话，就不太现实。他自己，OK，能理解。就他自己，跟他说了这件事情，可能他意识不到，所以我还没跟他说的事儿。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字机器啊，但他可能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没有任何概念，然后也没有，我们也可能 help 不了他吧，就只能他自己，我们尊重他对命运的选择吧。我觉得他可
可能没有经历过什么阻挡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多事情想当然，然后觉得这样是 OK 的，然后就去做了。就是我跟他说，对吧？因为老师我认识，然后其他学校老师我不认识。我跟他说，你去其他学校读书，如果那老师让你换个老师怎么办？他说，那我就换一个呗。我跟他说，那如果所有老师都不带你就读 PhD 呢？他说，那我就赖着呗，对吧？那你说公司要把你裁了，你说请开了野期，你能赖着吗？OK，赖不了，对啊，他为啥能赖着呢？我就觉得让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，你知道吗？毕不了业，他就在那儿赖着。他就觉得赖着拖着总能毕业，总有老师愿意，就你觉得现实吗？我觉得不太现实吧，基本，对，反正我，可能他家里没给他一些建议吗？还是说他家里比较尊重他的选择？这你觉得你爸妈能理解什么是科研吗？应该不太理解吧？这个对，那他们能理解老师把学生开了这事儿吗？不能，对吧？哦，对，确实。所以你说父母能听不见？不可能，对对对，除非你父母是就是，除非你是学二代，对吧？就是你父母就是教授，大学教授，不然的话你是不可能知道。OK，我明白。而且父母是大学教授，只有两个极端，一种是那个学生那个小孩非常好，科研很牛逼；一种是他不做科研，所以不可能存在他这种中间地界非常迷茫，需要家人指点的点拨的境地，对吧？OK，我之前以为他申的都是计算机的呢，没想到去申数学了，我就也以为很他申的都是计算机震的。惊。当时写推荐信的时候，就是看不到他申的是什么。你看到他申一些计算机，申一些数学，你很难去 count 他到底申多少数学，多少计算机，对吧？哎，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跟他有 paper，就是我们一起，大家都包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 confident，他为什么要申数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周围没有一个人是读数学 PhD 的，可能周围没有一个人能读数学 PhD 毕业，对吧？他为什么要申数学呢？就是，而且他也给不出来一个就是合理的理由吧。然后今年申的也不怎么样，因为他也申的数学。我感觉说实话，如果是我申的话，我都想不到去申数学系这一点。我我也感觉想不到，我也想我不可到。能申我去申电子，我都可能想不到去申数学，就感觉。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个申请，或者跟他聊一聊，他至少就是意识到了自己可能读数学毕不了业，或者说对，不应该去读那个数学。但我印是象那里个，申数学的都得是那种有牌子的，就我印象里就是那种就才去敢去读数学，要不然我感觉很少有人敢去读数学的 PhD 的，就对啊，就是或者你家里有矿，对吧？你家里完全对，不 care，你不需要你挣钱，对吧？对对对。所以，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些，比如数学和就是计算机的 offer，然后但是你 somehow 可能至少跟他讲一讲吧，他看上去能理解一些，就是说他自己明年如果再申，他现在不打算去读任何学校 PhD，他有什么还有 UW Master，然后剩下都是一些 PhD，他不打算去读 PhD，觉得这些学校都太差了，他要重新申请一次。OK。然后我觉得他 somehow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意识到了，就是说他自己可能不应该申数学的 PhD，或者能跟他讨论一些原因吧，或者说你能 provide 一些 evidence，就是说 convince 他，就是他申数学这个 decision 可能不是很 make sense，有可能就是对吧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他如果我们想学物理对吧？那我更喜欢理论物理而不是喜欢数学，那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想理解这个社会运动的底层规律对吧？对，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对吧？你认可？对对对对，那我不，理解。那我，那如果你想帮他，或者你可以告诉他，对吧？现在已经不需要做物理的人了，或者说，就是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想 convince 他不要干这事儿，对吧？OK。但是如果一个人跟你说的理由是，对吧？我喜欢写证明，那所有学科可能都有这个需求，都有这个要干的事情，那你没办法 convince 他。他没有想清楚，然后他想到一个想当然的结果，就感觉可能没有调查过，然后就想当然的觉得我也不知道他说他以前可能想清楚过，最近又忘了原因是啥。我觉得你问我当时为什么读 PhD，那我原因很简单，我当时找不到工作，我英语太烂了，听不懂别人说啥。OK。我同学我本科生都找到工作了，然后工作很开心。那我找不到工作，那我只能去读博了，那我还能干嘛？你告诉我，对吧？哎，就是他这个情况，哎，我他这个情况感觉，哎，反正我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。然后我觉得还不如他接着写 paper 算了。感觉你想去跟他聊聊，你要想去跟他聊，你也可以去跟他私下聊聊，聊聊他为啥想干这事。我不不反用。对你去跟他聊天。他现在在我看来，他 make 的 decision 已经不可能更糟糕了，所以你们谁去跟他聊聊天，就是也不会导致一些更糟糕的结果。所以我觉得，因为我一些别的学生高年级学生试图去跟他聊天，然后感觉无法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沟通，就是不是说他人不 nice，就是说在逻辑上无法就是说共情他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。你理解我说吗？我懂，就是可你能。干任何事情，你总得有个目的，对吧？你 either 就是说对你有利，或者说你就是能解压，或者你总得有个目的，对吧？或者他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啥，现在，然后所以你没办法跟他聊。然后他去跟那个老师聊天，然后我们的那个老师他觉得根本就没听懂他在说啥，然后你确实没听懂他在说啥，他跟我也这么说。所以 OK，就是首先就是说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读计算机都不一定毕业。对，我给你美讲个国好比较，计算机对啊，你说。博士确实，感觉美国计算机博士要求确实很高，感觉这个对，就是他跟比我美说国啥？的他跟很我高。说博士毕业看上去不是很简单吗？就是上些课写些论文就可以毕业了，为啥会毕不了业呢？他可能没有
有遇到过自己做完全独立做科研，然后必须要满足毕业要求这种。然后我跟他说，你觉得老师让如果让你做黎曼几何，或者就是黎曼假设或者哥德巴赫态，你能做出来吗？他说你努力做，应该也能做出来点东西。我靠，反正他比较有野心嘛，就可能做这个东西。那他跟我说，之前跟我做科研前呢，他觉得也不觉得自己能做出来计算机。然后因为跟我做科研之后，我跟他说，你做科研你只要好好努力，然后你都能做出来的。然后所以他跟我做一段时间科研之后，现在觉得世界上所有的科研可能都是这样的。你觉得 make sense 吗？我觉得至少就哪怕计算机领域内部的话，感觉可能做实验的那些方向就有的时候就完全不对一啊，样，感觉对啊，不对啊，同方向完全不一样。我就跟他说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，就是说你能做出来科研，或者我们能做出来科研，是我的问题，或者说我们俩都有问题，我们俩比较对，match 才导致这件事发生。那你给我一个不听话的学生，我我思也很想难拿上出来感东西，觉，对吧？对吧？对，OK。就你而我说。不看这些东西的话，如果实在毕不了业，那就再想另寻出路吧。就感觉他可能完全不 care 说毕业或者说工作这些问题吧。他不想去工业界上班，他就想当老师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毕不了业，能换个 PhD 接着读。就可是能你知家道。里有矿吧，只要说家里有矿那个条件了，要跑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管要跑路。对啊，他现在就会存，就要去工业界跑路个一两年，他可能就会存在毕不了业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OK，还挺复杂，是吧？对啊，所以就是说你们去一个好校读书，或者去任何校读书，你老板是有可能跑路的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对吧？不是哎，Hello，，OK，对，你知道好，可以听到。他最搞笑的是那天我跟他说什么？你读数学对吧？就是他说我就跟他说你知道陶若轩吗？他说他知道大概。然后我说你觉得我们所有人都能成为陶若轩吗？如果读数学，我就问他你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成为陶若轩这样的人？如果我们去读数学对吧？是可能的吗？他说只要努力应该就可以。我记得他十几岁、12岁的时候，好像都金牌了，数学什么金牌，对呀、对，菲尔兹奖，对。啊，对啊，我跟他聊天，我感觉他就是一个 Generative AI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，你说他说这话是不是像Generative AI 说的？确实，你觉得你周围的人，你的人会有人这么说吗？我没见过，我之前确实没有见过这样逻辑的，我也是第一次确实，见，我惊呆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。他就跟我说，我们中国人，你只要努力打篮球，你能打进 NBA。我操，你可能去一个很烂的球队打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中国人好像进过 NBA 的，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。啊，对啊，对，然后我就跟他不说，知道。你就是我。后来他可能对 NBA 没什么概念，他不知道哎，他可能对 NBA 没概念吧？可能这么，有可能吗？哎，我觉得他好像把好多事情想的比较简单了。可能因为他科研之前做的比较顺利，然后他又觉得其他事情只要努力，其实也能做到。感觉是的啊，在一定程度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啊。对的。所以他觉得老师跟老师，他觉得就算一个老师，听不懂别人说啥，然后磨合一段时间也能听懂。那我，他觉得他刚开始可能也听不懂我说啥，磨合一段时间也能。那我就说，那别的老师不给你这个磨合的时间，你怎么办？还是之前太顺了，就可能人就是从小到大，可能小学、高中就没有经历过比较大的波折，就觉得所有事情靠努力都能做到，有可能这样。我感觉他可能就是也不是太顺，他就是对很多事情没有一个 sense。我感觉啊，就感觉他讲不出来很多事情的那个论文或者一些科研的所以然来。那你让他在那打字吧，他还能打点字；你让他改 here 还能改 here，让他种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是，昨天考一个也可以，你没弄。I don't know，你觉得他有救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看不懂，完全看不懂。就你们最近学校怎么样？学校最近可能就是老师让我们选了一些他的课程，然后上学期其实我把学分都修够了，可能有一些电影杂事，其他的还 OK。就刚开学，然后有一些杂事，就是注册呀，还有什么注册的课程啊，专那你业的在你课那程。儿毕业存在问题不行？哦，这个不存在问题，这种论文都能毕业，就很容易。硕士没有什么要求。哦，那个可以直接比两个文件的东西。对对，就只能那个，就是一页一页自己看了，就是好像目前这么比。然后比完之后，主要那个篇文章就导致我中间测的话，就导致那篇文章的占比很高，就我不知道我自己改了多少，就会有这种感觉。哦，应该这周末这应该能把这两篇给它。行，今天要不先这样吧，你也早点睡吧，我们过两天可以讨论别的科研的事情。OK。